关系在一起发生了因为爸爸妈妈离婚，结果引发了一场巧人的大战。那么孩子的妈妈呢是瑞典人，爸爸则是台湾人。那么这一名台湾男子在两个人签字离婚之后呢，就强行将这个才15个月大的孩子给带走，两个人目前行踪成谜。心急如焚的瑞典籍妈妈呢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。 唱着《Zoe》失踪前，每天晚上都要听的音乐，Mia忍不住悲从中来。从 Zoe 失踪到现在刚好12天，看着DVD里播放着Zoe之前和父亲一起玩的画面 ，Mia 感叹地告诉我们，一切都变了。He's never been away from me for more than a few hours, and it's just so hard to be without him, and it must be so hard for Thor. I really want to see him again soon.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爱孩子的心可以超越一切。现在面对孩子的失踪，米娅说她不敢想象孩子会不会受到伤害，只是一想到孩子的失踪，她就觉得心很痛。 I can't live without my child, and I think any mother can relate to that feeling that your child is everything, whether you have one or five. It's your whole world. I would die for him when he's not here, and I can't get to him. I can't help him, and I know he must be so scared. I wonder what his mother was. 看着房间依然被所有的东西环绕。 Elmo 小拖鞋、娃娃布偶、书本、玩具车子，米娅不想争什么，只是强颜欢笑地说，希望孩子早日回到身边。I love you. 妈妈，妈妈，妈妈。母亲点燃了蜡烛，只为了传达对孩子的思念，也希望孩子能早日回家，并且在夜归时不要怕黑。总之，新闻加一点，彭迪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 爸爸他拥有美国籍，还有台湾双重国籍，32岁男子，他叫做王叶成。他因为私自把孩子带离开这个拥有监护权的前妻的身边呢，已经触犯了美国的法律，犯了儿童绑架罪。尽管办案的警方不认为他会伤害自己的孩子，但是还是希望他能够悬崖勒马，早点将孩子回到妈妈的身边。Started threatening us that he would take the baby and leave, so we locked ourselves in the room and called 911. 在莉亚的眼中，原本准备托付终身的老公，现在已经变成有暴力倾向的莽夫，并且涉嫌绑架自己的爱子。而在电视上播放5个月前所拍摄的家庭录影带中，便说慈祥并疼爱地抱着台瑞混血 Thor 的父亲Andrew Wang王叶成。由于和瑞典籍的太太在文化上无法协调，导致一火灰，最终以离婚收场。而看着父亲一步步的紧跟，就和孩子跌倒的样子，似乎王叶成真的很爱他的儿子。 而负责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也跟记者表示，王叶成应该没有暴力的倾向，也不会对孩子做出伤害。自从王叶成私自把儿子带走后，米娅就很担心孩子的爸爸把孩子抱回台湾，甚至向台北新闻处求救。而新闻处的表示，夫妻要帮孩子办中华民国护照，其实不是随随便便就做得到的。小孩子在美国的出生证明，为妈妈的这个中文姓氏约定书，还有这个两个父母双方在我们前面签的这个子女。 重新约定书，这些证件齐全没错，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为他们制作这个新生儿的护照。承办此案的洛杉矶检察官也表示，目前已经对涉嫌触犯孩童绑架罪的王叶成发出逮捕令。而根据最新掌握的讯息，孩子和父亲应该都还没有离开美国。警方也公布 Andrew Wang 所驾驶的银灰色福斯修理车，并希望嫌犯可以及早自动的送回孩子，以免越挫越多，后果无法收拾。 多谢我们向你将一题，洪迪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中央电视的幼幼频道创造了台湾幼儿亲子市场的高知名度。那么在昨天，应这个福建广电集团的邀请。